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那今天呢，要去参加 Christian Louboutin 陆博廷品牌在三里屯限时体验装置活动。第一印象呢，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，然后非常有想法，而且时髦与年轻并存的一个品牌吧。那我觉得品牌的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，然后呢，同时他们也保留了自己一些。优雅的精神，而且打造了很多款式，不同的款式。那我非常喜欢这种非常独特又有趣的设计。因为之前我有给品牌录制了秋冬2021线上预览的一些邀请观看的音频嘛，那线上虚拟创作这次是全方位大家就是互动式机舱，让大家去体验这样一个新产品。那这次听说他们也是在三里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互动体验装置，所以呢，我也非常期待。那我现在目前上身的就有新品了，其实。那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现在穿的这双鞋是路易斯的运动鞋，那它其实是非常好搭配的穿搭，都可以用到，那很多场合也可以用到，因为它的印花是非常清新有趣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可以适用于各种穿搭、各种场合。下一穿搭 tips，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清爽，因为确实外边的温度很热嘛。那我觉得夏日穿搭的话，也可以穿搭像，品牌的 Loopshark 那个鲨鱼鞋也是非常好穿的，而且穿出去也是感觉非常的有气场啊。就走那个，因为它的有点是灵感是来自于鲨鱼嘴嘛，就是它的鞋底是那种鲨鱼嘴的形状，所以说也是非常独特。趣事其实大家看节目，大概也都可以看到了。对，因为它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动作戏，但它不是武打的动作戏，它是可能有一些，可能有什么，比如说飞索，就是过从这个楼顶到另外一个写字楼的楼顶这种动作戏，然后这些还是蛮酷的，那个镜头的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炫酷。压力大就一般就是就是听音乐放松一下，或者是就是早点睡觉，就是也会给自己的精神压力放松一点。